如果安菲特里特知道了美杜莎和波塞冬，那他……一场大雨后的放晴，辗转难眠，一千次后突然的清醒。那风云在海底沉睡了千年的记忆，像是海啸。我不是波塞冬。跟书里说的安菲特里特不一样啊。哎，走。嗨，你没事吧？我是穿着睡衣过来吗？您都这样看我。人都到齐了，现在开会吧。好，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人员安排和工作日程。陆婷，科研组。康浩，科研组。安菲。我希望我可以安安心心的待在预案组，我觉得我比较适合那儿。这个走后门进来的，提起好几次都不知道收敛。又问我是一人撑腰还不够，还非要再来个夜海一路护航。也不看自己是哪根葱，自打不嫌胖的。他是有哪点能比得上柳博士啊？就是。你说这安菲是不是在作死啊？说我呢？就说你，怎么了？自打不嫌胖，我胖吗？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像你这种人应该在萨格里亚街上当贡品，懂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什么夜海莫凉啊，什么什么关系的？我最讨厌人嘴边挂着男女关系的人。哎，你们听听啊，我就是安菲在实验室装正经吧，见撕破脸露馅了。我安菲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不配。你在忙吗？对啊。我想跟你说。怎么？又是关于江教授的事？江教授又有什么高见了？是觉得我的理论有问题，还是我们实验他所发现的海氢气觉得我们贡献太少了？其实我知道，我知道他是你的导师，他也曾经帮过你。可是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我们这个实验室根本就不需要他。我们整个波塞冬的实验，我希望都是由我和我组建的整个团队所有的研究员一起来完成的。我现在已经不属于你团队中的研究员了吗？那你把自己当成是其中的一员了吗？
我只是想来跟你说，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出发去南海了。这次去南海，我要菲菲跟我去。所有的预案都是他一手起草的，他对那儿比较了解。是吗？可是作为这次工程勘探的负责人，我还没有审核过。而且他交了预案，后面没有他的工作了。他跟我一起去过南海，对那里的一切都非常熟悉。还有，你以后别再把他当什么实习生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我一手教出来的。你还是我教出来的呢。也对，现在这是你的实验室了，所以都应该听你的。我知道我曾经说过，这个实验我们一起来完成。这是我们一起拥有的实验室。可我希望，除了实验室之外，我们还是得分清楚一点。